中信兄弟终结者吕彦青本季表现亮眼，结算到十一号赛前，出赛22场，进账99人成功，平均防御率2.05和 WHIP 0.99都相当够水准。但透过转播画面会发现，吕宝这一个月内被敲长打的频率明显增加。关于这一点，主角当然也有发现。最近被长打球几乎都是偏高嘛，就是在自己在这方面也一直去做改变了，就是。可能之前都可以把球压在自己想要的位置，但这次之后，就是这一段这两三个礼拜很容易丢在高的位置，然后可能球质也没有到很好，所以造成自己的长打能力被长打的蛮特别高的，就是还是会讲一些可能动作上的哪里跟，就是还是会询问教练团说，哦，我最近是动作跟前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不一样啊，然后去做一些改变这样。吕彦青认为最近容易被敲长打，甚至炸裂全垒打烟火秀，主因是球路偏高，尾劲也不如开季犀利。牛棚教练艾迪顿协助调整，不过他强调只是微调，就怕打乱整季大方向好的节奏。其实准备都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跟自己的方式去准备嘛，除非真的有一些比较多的瓶颈或是比较困难的地方，才会去刻意去改变。因为我觉得当这个方式是对你自己是好的时候，我就不希望去改变任何一点东西这样。因为每个捕手都有每个捕手的习性嘛，然后就是当下去就是依照捕手习性跟当下自己的状况拿去跟他们做搭配，我觉得不管是阿福还是小高，甚至我也希望可以跟林武搭配到，然后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对自己产生一项很不一样的东西。按照自己的步伐调整，吕彦青显得自信又淡定。黄山军守护神的控球和压制力调整更加到位，都会让团队卡位联盟的 A 段班更加分。外推条黄仁宏、黄浩君采访报道。